6月24日，陈慧琳已经怀孕4个月，但爱美的她仍然穿上近3寸的高跟鞋参加工作。今天开丽与陈伟霆现身戏院，出席由他们配音的 3D 动画电影《天煞撞正怪怪兽》首映礼。主角之一的钟镇涛因为有事在身，未能出席。冇錯啦，既然咧我哋今日咧有幾位嘉賓咧一齊嚟到啦，咁介紹一下啦，我哋嗰個 Kelly and William is the Cantonese dubbed version of Monsters vs Aliens. So Kelly is actually the Gino concepts or ideas of the upcoming DreamWorks production.Well, we're here today to share Monsters vs. Aliens.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it. It's the first...有传家人因为最近下雨路滑不让凯莉外出，凯莉表示确实最近一直待在家里上网听音乐和看语音方面的书，已经闷到快要发疯了。没有说要管我，这样就是自己的工作自己尽量已经减少了，所以现在没工作的时候都在家里待，好闷哦，真的在家里就是上网啊，听音乐啊，看那个语音的书啊，都够了，每一天都这样好闷哦，所以。